好，欢迎收听今晚嘅动物同埋枪下，呢个系主持有马尔啦，呢个系 GBO 编嘅，跟住系 SML Level Two 喺卫级嘅场度打紧，玩嚟几有趣嘅。今晚咧，我唔小心冇机变咗零格，咁通常零格咧，即系话你连线唔好就俾人踢噶啦。咁无啦啦入咗间房，间房又唔踢我喎。房出系对面召唤军嘅，咁冇错啦，继续打咯。咁其实打三场，呢一场系第三场嚟嘅。咁头一两场都输嘅，输好少嘅啫就，唔系第一场就输好多，呢队友唔知做乜。第二场就勉勉强强差几百分嘅啫，我嗰次我唔记得录嘅就，咁嘅第三场啦就，谂住录埋又成就啦。咁其实咧嗰个现象就系、是，嗱，识我就知道我系假零格嘅，即系话睇就系零格连线不良，但其实系正常唔格嘅速度。咁人哋唔知啊嘛，咁好神奇就系佢哋不停咁格我，嗱大魔啊蟹嗰啲打不了都反格晒，跟住仲要呢个零格系咁攞呢个 number one 嘅，三场攞第一，咁可能因为战绩实在太神奇，咁就冇人踢我啦。當然都順利成章咁過咗呢三場，兩場之後，基本俾咗對面嘅追殺目標啦，已經係啲人係在追殺嘅，應該係包圍前面我嘅。有人仔，殺個 game 啊！好。好，咁嘅正常情况啦。好啦，对旧队友先啦。主要系坚守嗰两支炮同埋手榴弹，啊打中咗啦，弹好，反格啦。好，唔怪人嚟啊，睇住先。走，走咗啦。杀人操作。又交代啦，都几大佬真啲啦。好啦，而家啲分数系1500对1700，大家 A 俾人抢咗 ，B 又 B 我哋霸咗。唔好问呢条做紧咩，我都唔知道。好，咁嚟等啦，啲嘢出嚟咯，应该四号要帮手嘅，四号差多几秒啦，等我翻嚟先。冲过去帮人先啦，梗系。好大波，大波最正只脚够大，超级防御，走。好事啊！真系先啦，唔紧要，打翻 A 紧要先，俾人周围放炸弹。嗱，可以企喺架机上面嘅，啲人出嚟喺楼下出嚟咧。一时揾唔到我嘅都系，都拖咗时间啦。咁一爆好咗就安全啦，收嚟下先。好，继续战斗啦。而家系2400对2000，差八分啫，加强紧啫，形势有少少不利。呢场对面大魔阵，特别恶啲啊！哇，都玩玩。哎，冇嘢杀啦，呢个少少啰嗦都得。好，突破防御先。好，后边交俾队友，打前嗰两个够大先。得我打人。啊，好，打停，你打，我打。哇！俾人围住啦，好杀咗，玩得前哇真系。好，时光弹冇问题啦，炸弹，我杀咗先啦，我冇问题。好多大波啊，打开几多大波阵嘅厉害啦，不过系对面啦。你政府的大魔阵是几咁麻烦嘅事，3900对4200，
准备讲个问题。予想以上敵の抵抗により、我が軍の現在劣勢です。L 嘅雷达，可唔可以睇人仔咧？唔知我哋有机会证明一下嘅系。出撃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等阵先，等阵先，有机会噶，因为我哋俾人兜基地噶，就系人放炸弹入去。好，救队友，跑去啦！嗱，佢几多半条变乜半啦？就变得三百一条啦！哇！超速围咁屌！一刀之力系好有笑，有弹波啊！啊，冲！哇，好快啊！又闪光弹，走，打上先，跟住让路，让路俾人哋行。哇！哎呀，火龙王好笑啊！收弹。好惊啦！暂停一下先啊，两部机持有夹攻，睇下先啊。准备反击！哦，威武啊，零！睇小加零格啦。走啦！暂停佢，走，两部弹波啊！波波队，别玩呢个反击啦！走！哇，真系好惊啊！そのモビルスーツはもう持ちません。回収してください。拠点に敵が進行中。攻撃的大魔。好，又睇翻到。モビルスーツ、中途下。限时大概一分钟左右，而家5300对5700啦。打几分好似差唔多嘅，但系而家会唔会赢咧？睇下关键嘅一刻啦。唔系赢几百分，系赢几千分。而家我哋分开咗两边嘅，后面人喺后面啦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帮我手先。作戦残り時間一分です。諦めないで。啊！走啊啦！敵モビルスーツ撃破。有冇？啊，走啊，条友。走翻嚟啦！打几多啦？雷达右上角雷达有人仔嘅系红色一点。点咧？嗱，你话佢放炸弹佢唔系，佢企喺度啊！大概呢个位置啦，地下，苏啊，大下出嚟嘅佢系，但俾人踩死咗啦。大概呢个位，雷达显示只有佢身环嘅地方就系呢个位。二十只，咁就唔知点解啦。佢放雷达都望到啦，即系佢又唔系飞，即系又唔系放炸弹，飞咗喺入面，但都望到嘅系，可能要揾啲专家求证一下发生乜事。作戦時間終了です。咁算啦，想揾到大概知佢条尸喺咩地方，但都揾唔到，太细粒啦。啲阴影地方咧，由于佢自护军咧，啲军火绿色，睇唔到啊真系。你最多几多矮仔喺度拉下拉下，好压力嘅话，又好彩嘅话，好，总之话实话，我哋赢咗几千分咯，唔好讲先。其实发生过咩事我都唔知嘅。7300对5700，可能因为爆翻 A 点，佢哋死之后重新五次，咁嗰次翻嚟救驾，咪准备围殴咯。托亚斯俾人抢咗嘅，排第二嘅，杀值1900。好，分享咁多，拜拜。